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经济半小时》，我是主持人小雨。今天我们继续关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。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抗疫一线考察时曾经强调，抗击疫情有两个阵地，一个是医院救死扶伤阵地，一个是社区防控阵地。在我们身边，很多社区里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，在这两个月里啊，每天都坚守在防疫的一线。虽然他们的岗位就在我们的身边，每天看似都在处理着一些琐碎的小事儿，但是恰恰就是这些小事儿，这番真诚的服务，给予了全社会抗击疫情最大的支持。我们的记者啊，走进了北京社区防控的一线，我们来看看他记录的故事。有登记来的，用这个给他擦的免洗手液，咱们自己人。注意安全，好吧。等，它没有那。位于海淀区东升镇的八家家园是一所超大型回迁小区，约有4000个住户，11000多流动人口，其中还涉及1500套公租房，人户分离现象严重。像这样超大型社区在北京并不少见。八家社区的书记彭一鸣个子高高的，站在人群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八家社区在疫情期间也只留了一个南门，由于人员流动大，进出的人多，门口特意设置了一条简易通道。收拾完是不是得把桌子什么都摆进去啊？摆进去我把它通通风给它。正说着，门口有吵嚷声，一位拖着行李箱的小伙子遭到了阻拦。我来装东西，我已经走好几次，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碰见他就不让我进了。我是在知心北里住，但我没有这儿的那个出入证，但是门禁我都有那个师傅不让我进。我因为我不是在这儿小区住的。那您东西为什么在这儿啊？因为我是这个房子到期了，我赶紧去那个小区去住去。您一直没有回来是吗？对，一直没有回来，我回来是拿东西来的。您之前小伙子之前租住在八家社区，这次回来取东西，但租房合同显示已经退租。物业经理也在呢，物业经理就现场办公，我们尹总一直都很尽力，这也希望您能够配合。我知道，那我现在怎么办呢？您只能让他们那边跟我们物业，这物业经理都过来给您亲自回答，这就是跟您说一下这个详解这个情况，希望能够理解。他来不了，他只能打电话。经过反复确认沟通，最终小伙子没能进入社区，只能等中介公司联系物业后再来取自己的东西。每当遇到这种情形，彭立明心中总是五味杂陈。我们并不是为难他，我们是职责所在，换位思考，就是能理解，从内心里面能理解人家。但是从工作上来说，我觉得我们所有的社区工作人员，包括我们镇干部、物业人员、值守的人员，都是要严把这个工作关。居住人口过万，情况复杂，人手不足是八家社区面对的主要难题。从1月底到现在，八家社区的工作人员几乎一天也没有休息。物业一直在就是坚守岗位，车负荷在运转。说这几场雪、风和雨，我们都记得这么清楚，因为每一场都对值守人员是一种考验，同样对物业人员都是一种考验。所以很多人呢，冻走了，站跑了，真是扛不住了。现在体温是测，好好，谢谢。我这不是找那儿了你了吗？还测体温？测完了吧？测完了，测完了。请您测下体温。除了辛苦，志愿者和社工们有时还要面对来自居民的责难与不理解。就是应该快一点吧，主要还是自己没有做好。对。目前，在八家社区因返京或归国居家观察的就有300-400人。自租的这两种租赁方式的，要让刘管办参与，还有啥要求让他来把控一下。这段日子，彭立明的弦儿绷得更紧了，不仅要严格管理这些隔离人员，同时还要为他们做好相应的服务，包括每天也会问询他们的身体状况，体温呀、有没有什么不适啊，就这种的。然后包括他们的快递，我们也会帮他们代取，这样既不用接触，还能够及时的满足这个居家观察人员的生活需要。订单号3059。订单号。对，订单号，这边写订单号，电话没发我呢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一摞是吧？对对对。挺重这个，挺重这个。
刘广林，八家社区的生活管家，社区里有将近400户居民居家观察。刘广林和伙伴们每天都要给这些居民收垃圾、送快递，帮他们购买生活用品。有种7-24。不一会儿，矿泉水、蔬菜、水果就装满了一辆小车，这些都是帮居家观察的居民采购的。哎，这个现在的话应该是，4-5户吧。一天最多40嘛。这些日子，每天拉着小车来回奔走，车轮已经不太灵活，推起来多少有些费力。你一直就在这个社区工作吗？不是，就这个疫情，这个刚开还没开始的时候，就是是镇里边委托过来的，就是支援的，就支援过来的。一般的话，我们到这儿先这个拍张照，发到这个居委会那个社区那个管理群里边，就是以防这个件儿啊送错之类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敲下门。就是让住户知道，这个他们这个件儿呢，就是送到他门口了。对，你的快递东西放在门口，对，敲了敲门，确认里面的住户听到了。刘广林转身就离开了。不管是倒垃圾还是送菜送快递，刘广林他们都要做到全程无接触。小区里这些居家观察的人们每天吃的菜都是他们帮着买来的，垃圾也是他们帮着处理的，但却从来不知道究竟是谁在默默地做着这些事儿。就守接责任制，这个人分给你了，接下任务了，那么这14天他的吃喝包括垃圾处理包括身体状况，这些都是由我们的生活管家一包到底。喂，杨彤你好。啊，是我，今天是你那个最后一天了，你知道吧？啊，那非常好，你这一段时间以后一直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，然后各方面就是一直严格的都按照这个执行。我今天还是问你一下，今天身体状态怎么样啊？居家观察的人员不是发这个吗？对。刘宁为20多户居家观察的居民提供管家服务，每天要逐个打电话确认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。登记表上显示着每天都有结束观察的居民。我们都说嘛，只是隔离这个病毒，我们但是不隔离爱，就是大家在这个特殊其实是共度难关。像我刚才打电话也听了，他一直对我们大家也是觉得我们也很不容易，很辛苦，要帮他们去处理这些事情，他们有时候还觉得挺过意不去的，啊，觉得尽量少麻烦我们一些。有的人甚至比如说订一周订好几箱方便面，就准备在家就是光吃方便，我们也挺心疼的。刘宁服务的对象里还有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外国朋友。哎 ，Hello， 艾伦。I want to remember something to you. You are rubbish. Alan 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，在北京工作。3月1号到达北京，开始了为期14天的居家隔离观察。刘宁和他虽然从未谋面，但这样的通话传递着社区的温度。大家的敌人其实只有一个，就是病毒，但是我们之间呢，还是就是非常有爱，因为这是大家共同的事情。哎，好吧。傍晚时分，下起了小雨，彭立明马不停蹄地赶来一处集中观察点等人。啊，那咱们往里，你登个记来，志毅。等。一位住户刚刚从河北出差回京，家里不具备隔离条件，彭立明因此帮忙联系了镇里的集中观察点。你这公差是吗？啊，3月4号他们说让出去，那边那河道。身份证号。对你。好嘞。我帮你拿点吧。不用。啊。你这个也够辛苦的，这特别好，因为单位出了公差，然后今天回来的，而且主动给我们社区打电话的。然后之后人家说家里面不具备，然后到这块来，这块也是那什么啊，必须的，对，不容易。围追堵截属正常，这次碰到有居民主动支持配合社区的工作，提出要集中观察，彭立明心里其实很感动，他从心底盼着这场疫情早点结束。疫情结束之后，其实更多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在我们社区，然后我们要就是举办一场联欢会，我们要各方和我们的住户在一起共同欢庆，
我们春暖花开了，我们胜利了。舍小家为大家，他们是街坊眼中最可亲的人。换位思考，就是能理解，从内心里面能理解人家。退伍不褪色，古稀之年，他们用行动诠释家国情怀。上下团结，这个战役一定能胜，一定能赢。欢迎收看《经济半小时》。十多公里外，万全装备社区里，社区书记刘春英正在忙着照料他的家人。你带出入证了吗？带带带带。带拿着看一下出入证。三月初的北京乍暖还寒，清晨时分气温逼近零度。北京海淀区万全装备社区的门口，三名社区工作人员正在这里值岗。他这分楼套的，到时候大家取的时候就不用盲目的去找。万全装备社区住着1100户居民，属于中型社区，共有大小五个门。疫情期间，其他四个都关闭了，只留西门供行人和车辆进出。这个是返京人员登记表，这是返京人员进群的二维码，这是来访人员，就是针对有时候给看老人来，给老人送饭，什么照顾老人，临时来的，就让他登记的。从一月底，刘春英就和同事们在这里值守了，社工加志愿者三班倒，连轴转，要保证社区门口24小时有人值守。我们这儿现在值班的有志愿者，有对接单位，还有街道那儿派下来的下派干部，还有我们居委会的人员。我们居委会的人员是24小时。王斌是海淀区生态环境局下派支援社区的工作人员，本着属地委派、就近帮扶的原则，全市各个直属机关、事业单位相继派人支援附近的社区。我家在大兴那边住，大概一个多小时吧得。那你几点起的今天？今天6:30起的。就搁你们这儿就完了，刚才这个就。那别看见您看着吧，那么多人呢。那，谢谢您。在自家小区进进出出，还要反复检查证件、量体温，难免有少数居民觉得麻烦。每当这时，刘春英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进行解释。虽然那说出来就说觉得我量好几次了，但是还是很配合。万全装备社区1991年建成，是当年一个危房改造项目。住户们在原址从平房住进了楼房，都是一起住了几十年的老街坊，见了面都要打个招呼聊几句。刘春英就在这里长大，对他而言，社区里的老街坊就像家人一样。对，我小时候就住在那条路往前走到头就是。第一家，我们家是村这条胡同的第一家。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就像当家人似的。我们必须得给他就是保护起来。我不回来了，我那个单位那还有事儿，你跟爷爷吃吧。好。刘春英的家距离社区工作站只有不到100米距离，他还有一个80多岁的老父亲需要人照顾。疫情期间，刘春英整天在社区里忙里忙外，跑进跑出，就是顾不上回家，因此特地请了保姆照顾老父亲，而刘春英要忙着照顾社区里更多的家人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居委会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没啥事儿吧？外地返京的人员刚刚将近一半，还有一半要回来呢，所以说那个才是更重要的时候。从大年30到现在，刘春英已经连续工作了一个半月没有休息，社区工作千头万绪。这一天，刘春英值岗换证，给居民送快递，中午就凑合一顿吃碗泡面。在一些老旧小区里，在开展防控疫情的时候，社区面临的状况更加复杂。给你打印，再过来再给你压膜。确实情况挺复杂的。对，昨天办了一个出租房屋的，要的证件挺多，所以办起来就比较麻烦。哎，咱们现在那个就有那种二房东的吗？日租房能倒的吗？现在几乎都清，二房东全清空了。海淀区永定路街道辖区的复兴路77号院，
地处五棵松桥西北角，是一个老旧小区，由几栋居民楼和零散的平房区组成，不少日租房和群租房藏匿其中。七子全后来盖的哈，你看这里头。等于他这算二号楼，嗯，就走到那个那后头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那就堵上了，那堵上了，那就堵上。那是他那个楼。这里距离一家知名医院直线距离不超过500米，因此长久以来，很多居民把自己房屋改造成了日租房、群租房，出租给各地前来求医的患者和家属居住。街道也考虑到这种安全因素，就是那个把这边的出入证进行了调整。如果在这边的那个常住的人，然后他们是用那种绿卡，然后而且呢他是有那个照片的，然后保证那种实名制的出入。然后如果是那种租户的话呢，经过我们核实，确实是就是那种常租的那种人员，我们可以给他发一种卡，那是叫黄色的。这样呢，就是我们来回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就是能重点的盯防一下。与日租房、群租房相伴的是更复杂、流动性强的流动人口。永定路街道一共有30个社区、75个小区，其中有57个都属于老旧小区，超过总量的70%。这对于疫情防控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对，因为他那个小区里面他没有那个保安，但是我们要保证在24小时这个门口是有人查证的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，他们就派了保安过来，他们是24小时就这边值守，啊。戴丹是永定路街道卫计科科长，为了防控疫情，他要巡防辖区内的各个防控点，堵住疏漏，支援社区，每天还要汇总分析数据，多少人返京了，多少人进行居家观察，他都要做到心中有数。只要和疫情有关的事儿，都在他的职责范围以内。从77号院出来，戴丹还要去看望一户特殊的居民。啊，这是4楼。啊，孩子都挺好的。啊，对，都挺好的。对，那个正好你们那个就是刚那个对，刚从那边回来，然后就赶上这事儿。当时所以我知道你可能很忙，所以我加的是你爱人的微信。是。他是这样的，他这一家呢，因为当时生孩子是在复兴医院，生孩子，所以呢他这边就被列为密接了。按照区里的要求，其实他们应该是去区里的集中隔离点进行那个隔离，但是因为考虑到他的情况，他只有他跟他爱人两个人照顾这个小婴儿，刚刚才十几天，所以我们也跟区里面就是申请了一下，看他这种情况呢能不能居家留观。他现在那个不是出了月子了吗？之后嘛，我说我们代表我们街道的这个过来看望他一下啊，然后让他们体现出来这种防疫期间的那种温度啊。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，戴丹很理解这个家庭刚刚经历的波折，幸好三口之家顺利度过观察期，安然无恙。这是一段戴丹丈夫在家拍摄的视频，时间是1月23号，刚刚做完一场手术的戴丹只能卧床，但此时这场防疫战已经打响。是19号下午做的手术，我是21号下午就出的院，然后就在家里面就是卧床办公嘛。害怕的，因为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做手术，虽然说手术也不大。街道会议室被改成了临时防疫指挥部，疫情一天不结束，戴丹和同事们还将继续坚守在这里奋战。
在海淀区八里庄街道双子园社区，这群已近古稀之年的老战士成为了疫情防控一线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这是一群平均年龄68岁，绝大多数党龄超过50年的老年志愿者队伍。虽然我们年龄大了，不能去前线，不能去给一线武汉一线去那个援助去，但是呢，我们，看好自己的门是吧？管好自己的人，这个还是可以的。疫情爆发后，社区向居民发出了招募志愿者的通告。半天时间，这些老人纷纷踊跃报名。他们在小区门口一丝不苟地量体温、查证件。报名非常踊跃，这个半天的时间呢，报名呢，这个就达到了48个人。您今年多大岁数？74。74。对，我可能是最大的。哦，您是最大的。对。考虑到年龄和身体情况，社区只安排了75岁以下、身体条件好的老人参与值守，每次值守不超过2个小时。这是我们的赵凤武老赵啊，因为这个年龄呢偏高一点，这个执勤呢我们没安排，但是呢老同志的觉悟高，这个一听说献给性捐款呀，非常踊跃。那么多医生、护士、科学家都支援武汉，解放军一个命令冲上第一线，我觉得我是一个老兵，我没有做，我不能到前线去。我能做点什么呢？我就想做出自己微薄的贡献。66岁的魏荣阿姨退休前是一名医护工作者，曾任解放军309医院药剂科主任。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，她是第一批进驻小汤山医院的医护人员，一待就是66天。不能和当年一样赶赴一线，魏阿姨在幕后做起了志愿工作。比如说这条，就是说当我查到这个药物的浓度，它的有效浓度达到一个数值的时候，像这种药物我就会跟我们的前线的战友进行分享。当时的武汉医疗资源告急，正在筹备建立火神山医院，魏阿姨参与了当年小汤山医院的医疗队。这些日子，魏阿姨在北京一直给火神山医院药剂科的医师们分享信息，得知他们压力大，魏阿姨还把当年非典抗疫时的照片发给对方，鼓励前线的战友。那个小汤山的情况也是传染病相当严重的时候建起来的，而且那个最后呢胜利以后，咱们这个医务人员是零感染，所以我拿这个东西来鼓励他们一下，让他们也别太压力太大。如果全国就是全国上下军民团结，上下团结，这个战役一定能胜，一定能赢。疫情发生以后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，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危机，也是一次大考。对于奔忙在社区防控阵地的基层工作者和志愿者而言，这场大考大家比拼的是毅力、耐力、责任和细心。社区作为社会最基础的组织单元，动员执行到位，才能为疫情防控编织起一道最基础、最有效的防护网。我们在感叹医务人员艰辛付出的同时，也真诚地对这些守候在小区门口、奔波在大街小巷里的基层社区工作者、志愿者说一声谢谢，你们辛苦了。好了，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。如果您还想关注更多的信息，就请下载我们央视财经客户端。谢谢收看，再见。财经频道，看见价值。